作哈，待会我们典礼就即将开始了。广护宫文化暨大湾广护宫在地文化暨老照片展览开展记者会活动开始。首先呢，我们先邀请到我们台湾大湾国小的管乐团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们用热情掌声来欢迎他们。
们的总统哦，杨忠诚议员，他有一个奖金哦，要来鼓励我们这个大湾国小的管乐团，欢迎我们请老师来代表。谢谢你们精彩演出。好，在他们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大湾广护宫呢会在年底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建教的活动哈，这也是属于我们永康大湾地区的一个盛事。那么除了是净化心灵跟有一个宗教的意义之外呢，最主要也是为了要传统啊，将我们这样的一个传统义正文化把它推广出去哦，也是凝聚我们地方上的一个向心力，非常的深具教育的意义。那么大湾广护宫的建教普渡呢会在12月30号来举办，绕境呢会在110年的1月1号跟2号来进行，也欢迎大家届时能够一起来参与。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我们这些这个在场的贵宾朋友们，让我们再一次用热情的掌声，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大湾国小的舞狮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大家好，
大湾
湾广护宫的长董北新里里长郑文生里长，欢迎。我们大湾广护宫的长董大湾里里长郑文义，欢迎。我们广护宫的炉主吴义田，欢迎。总干事陈瑞元，欢迎欢迎总干事，还有我们大湾广护宫的外长陈世辉先生，欢迎。还有我们大湾广护宫的监事主席李顺雄主席，欢迎。好，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东湾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李明权理事长，欢迎。接下来我们欢迎大湾国小的校长陈建明校长，欢迎。还有我们大湾国小的家长会会长陈玉祥会长，欢迎。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我们台南市政府所派来的这个代表，有我们观光旅游局的主任陈宏田主任，欢迎。我们要来介绍我们台南市政府民政局主秘陈仲杰主秘，欢迎。还有我们台南市政府市长室秘书朱振轩，欢迎。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是我们台南市议会的代表，有林彦柱议员的秘书萧其文，欢迎。还有王胜祥秘书，欢迎。接下来还有我们立法委员陈廷飞服务处的特别助理毛信桥，欢迎。还有我们立法委员林怡景委员的秘书于红霞，欢迎。还有我们这个永康区六合里里长，同时也是我们的民进党台市党部秘书兼永康区主任李信辉主任，欢迎。好，欢迎所有的贵宾来宾来到我们这一次的开展的记者会哦，也相当重就是受到我们地方的一个重视哈。